你为什么要打人？还吃醋了？你妹妹身上穿的这条裙子是夏初的吧？我还记得第一次跟夏初接吻的时候，她穿的就是这条裙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还留着，所以我才第一眼认出了她，救了你的妹妹。你应该感谢我。哦不，你该感谢那个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真是意犹未尽。杨警官脾气真大，是不是当兵都有暴力倾向啊？梁木泽，你快松手，快松手啊！这里是医院，梁木泽。梁木泽，知道你今天很奇葩，你为什么要打人？你就算看他再不顺眼，对他再有偏见，你也不应该在那种情况下打他呀，那样会显得你很粗鲁、很无理。可是你明明就不是这样的人，你说话呀，梁木泽，还吃醋了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医院那会儿，你前男友说你献给他初吻就是穿着这条裙子的时候，你前男友还说这个吻让他意犹未尽。那我哥听完肯定不爽啊，就打了他一拳，结果好死不死的让你给看见了，你还为了你前男友挡在我哥面前推了他一下，那我哥肯定更不爽啊。他推我走的时候脚下跟踩着风火轮似的，我都怕他给我撞着。像我哥这么傲娇的人，他根本不屑于解释一个字的，对吧哥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